Christmas tree. Oh, Christmas tree. Been wondering just what you mean to me. Oh, Christmas tree. 他在吃纳豆配味噌汤。Honestly, it's never been a... 早安，今天是20号，礼拜一。12月20号礼拜一，然后我要来吃早餐。大家知道我早餐是什么吗？你们一定不会猜错，就是草莓吐司。我最近真的完全不想想早餐要吃什么了，应该是我好像从来就没有想过早餐要吃什么，除非有特别，就是特别想吃的东西才会换。我通常认真想都是晚餐，尤其是自己煮饭的时候会特别认真想。午餐的话呢，就是看心情。但是今天呢，因为我工作地方新开了麦当劳，所以我午餐打算吃麦当劳，开心。Cold enough to know it's winter, perfect time to say our first hello. Mm-hmm. 我今天穿跟大前天一模一样的上衣，只是下面我穿绿色裤子。跟我新买的小零钱包，它真的不能装什么，我就装口红，然后钞票跟一些卡。好，然后我买了一个，我现在有点赶，现在是45分，然后我在40、50分的时候要出门，因为我要赶电车。这个呢是我买的新买的 AirPods Pro 的耳塞的那个套子。然后它就是四个一组，我是买 S size 的，因为我的耳洞是属于比较小，如果戴太大的话它会跑掉，所以我就要把它换成这个。我之前的已经用1年多，我觉得它有点脏掉，就是会黄黄的，然后就不管怎么清洁它，它都是没有办法改变，所以我想说就是买买看新的。一套分左右耳吗？没有吧。然后他卖两个是1000块日币，1000我记得。好，装好了。你们有如果有戴耳机的话，会换这个套子吗？我是第一次换，但因为它真的有些变脏脏黄黄的。好，然后我要赶去上班了。再见各位，拜拜。Scarves and sweaters bundled up in cotton, knowing names that wouldn't be forgotten, laughing over our own sense of humor. 大家午安，我现在是休息时间，太阳公公。嗨各位，我现在刚下班回家，今天是上晚班，超黑，默默的 vlog 每次又倒数5天4天，就突然觉得很不可思议耶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点舍不得，我自己是有点舍不得，突然觉得时间过好快啊。哦，眼镜起雾。嗨大家晚安，现在是晚上的几点？10点19分。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吃完晚餐，
但是晚上没有多入，因为就是吃很简单的味噌汤饭跟一些菜而已。然后因为边看节目，所以就没有多做录影了。现在我想要来剪影片，然后呢，我想要就是因为，我生日的时候，我其实还没生日，但大家都以为就是我上次去看那个夜景是我生日，但其实那还不到我生日，我生日是27号才是我生日，12月27号。所以呢，12月26号、27号我们会去旅游，旅游的时候会拍一支生日旅游的影片。之外呢，我还想再做一个特别企划，就是恋爱的 Q&A， 然后我也就是询问了我男朋友的意见。问他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拍恋爱 QA， 他也说 OK。 所以呢，在这边可以募集大家的有没有想问我们恋爱的问题，都可以问我们。好，然后可以在 YouTube 下面留言，我也会再发一个 IG 的限时动态问大家，可能就是这一部影片上了之后，我会在 IG 再发一篇动态问大家，所以两边都是可以回答的。好，那我要来剪影片。其实我现在在床上，然后晚餐的那个碗啊那些我都还没洗，所以我等一下还要再去洗碗，你们等一下要再陪我。嗨各位，你看我下面是穿我下面是穿我的运动裤，然后上面是穿原本那件条纹的上衣，是不是看起来超级怪？看起来超怪。好，我要来洗碗，这样看起来肚子超大。好，算了，我来洗碗洗碗，然后洗完碗之后我就要快速去洗澡，上传影片睡觉。洗完碗了，然后现在烘衣服的衣服还没好，所以还不用折衣服。好，我要去洗澡。今天影片就这样子，拜拜。